姑娘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爸爸能活100岁不？不能。为啥呀？你抽烟吗？不抽啊。你喝酒吗？不喝呀。不抽烟不喝酒，你活那么大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姑娘，我明天我想买个车。买啥车呀？那我人活一辈子不开个车，那不白活了吗？等我长大，我给你买。等你长大，我就老了。老了真好啊。为啥呀？给你买个轮椅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春生呢？因为你爷爷是村长，所以爸爸叫春生。哦，要是我爷爷是畜生，你叫啥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你说我乖吗？你呀，现在挺乖，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在哭，都把我吵死了。你知道我为啥哭吗？为啥呀？我一出生看到是你，我就知道我又投生他。姑娘。啊。爸爸什么时候能要啥有啥呀？要回来以后。为啥呀？你要啥我给你收拾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什么是夫债债子还呀？就是爸妈欠的钱，你得来还。那咱们家欠别人钱吗？买房子的时候欠了30万，买车的时候欠了20万。那咱们还是做朋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